我看师傅讲的人的念力真的很厉害，就是如果大家一起恨一个坏人，然后这个坏人马上生病或者倒霉，学佛的人意念更加的厉害，这种意念是否产生了之后就会打到天上，像一种打雷一样的电磁波，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。这意念是很厉害的，如果大家一起来，这个意念嘛就很厉害了，像电磁波一样的啊，在天上就知道了，天上知道这个电磁波啊，又打回到人间。我跟你讲，记住了，记住了，天上全知道人间的事情，明白了吗？吃苦就是宵夜，明白明白，说吃点苦吧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有大的业力业障来的时候啊，有时候啊可以消掉，有的时候是自己的业障，别人也帮不了你的，你明白不明白啊？明白明白，就是有电磁波也没有用了。明白，